本期讲解一个影视推广 3.0 版本的一个项目，轻松无脑搬运，日入一千啊，可批量操作，放大收益。这个影视推广跟小说推广差不多，但是比小说推广更简单，视频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发布，而且平台规则没有那么严。这个影视授权也是新平台，推广大单价啊还是比较高的。这再来看看课程，主要包括项目介绍、准备素材、实操啊，三节课实操课以及项目的总结。再来看看，讲得非常清楚，讲得非常清楚，跟着操作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堂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影视推广或者是影视推广 3.0， 就可以下载本堂教程了。